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型催眠节目 BBD 解说桑沙国战，看桑沙就看 BBD，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喜欢本节目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哦，有条件的朋友充电挂一下粉丝小牌牌，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视频前进的最大动力啊。夏天已经来到了，天气也是炎热起来了，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夏天啊？反正夏天应该是一个嗜睡的季节啊。既然嗜睡，那咱们就马上开始睡觉吧。嘟一声哨响，比赛马上开始啊！先看第一局啊，第一局是啊，哪几位主角登场了？今天有什么演员呢？朱氏小玩弟叫数学一考一半啊，一半考糊了吗？绿皮儿，随便选吧。我觉得孙坚要选，其他选一个吧。啊，夫妇不能拆开，确实啊。哟，我也想找个妹子了，有没有妹子啊？好，反正对吧，宁毁一座庙不拆，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婚是吧。黄忠连上，连两个三血的九雷杀啊，作为楚国打个三血的没什么问题吧。你什么百步飞什么东西啊？绿皮儿伤楼休想全胜，应该是个大乔吧，因为他觉得琉璃反正也捆绑，干脆不琉璃了。刘禅有没有可能硬吃？刘禅庞统可能性低一点吧。不过法正也被误伤了，但是法正误伤了，他可以对吧？那啥操作？那操作你如果操作了大乔或者刘禅都会很尴尬。不过他已经看过了，那是刘禅，那是大乔了。好。来捅，交给你了啊，舒服了吗？别捅了，差不多得了。好，还要万箭。大家注意啊，这个孙坚吴太在没有亮的时候是没有势力的，跟那个田丰是一样的，所以就不能发动不义的。这里三个鼠了，可以考虑救一手，不会死了吧？那就闹笑话了。全身而退，你是妄想，这可以救一下，但是不能补义啊。因为你没有量是不能确定势力，你只能给自己补益，因为你知道自己势力，但别人的势力是跟你王法，别人的势力在你没量之前是不能确定的，就是未知势力。可谓将略长安侯啊，摸一给二，坏了，咱们要炸了。反正硬扛吧，情之权他应该是咆哮吧，主君一搏啊，咆哮。这里他杀你，你就闪了，不要防九杀了啊！这里主视角肯定是在防九杀，忘记猎刃了。那明显是想防九杀，但是忘记猎刃这件事了，有点想好，这亏了呀，肯定是亏了呀，这个牌肯定要闪了呀，防不了九杀啊！但是贾诩袁绍说：“倒霉的是我，我先死。”燕人张飞在此，看有没有人救啊？有人救，咱们可以补益的。咱们去过大乔，大乔要不要救救咱们？还是没有。好，相依为命啊，这比较救。对你指定的一名角色造成一点伤害，好打法正啊，法正爱死不死，我有他，一点不慌。好，再戳，三级反刀非常的猛，还有啥吗？经典排序错误啊，这真的是经典排序错误。再看一看，那不行，那不能开大刀了，再开大刀我也要死了。你要不然你有可能拆掉大桥逃呢。经典出无再出啊，再用牌其他人啊，直接给邓艾了，表示给大乔已经来不及了，必须让邓艾去剿灭法正，战事无忧啊，没什么问题啊，可以忽悠一手装备，大乔他也不管了，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周泰什么东西，反正管不了了，这边法正还是有桃的，但是要把他桃打出来，六就不戳了，给他张杀，咱们留一张杀啊，做个人吧。顺手三顺，看他能不能击杀掉法正。这是老天都眷顾我们。法正当然还有可能是一手庞统啊！不要跟我说他是关羽啊，关个毛！落霞孤鹜，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全身而退，桃是真的多，顺了半天也没顺到，是吧？好，连弩来了，不是庞统顶不住。全身而退，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妙，他就是庞统，而且还扔出来一个吃令，难道六号也是鼠吗？六号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瞬息万变，大家说你别开心了，我顺一手，我顺一手再虚虎，这也去啊。杀身成人，已经打不死这个法正了，所以邓艾选择了一手卖血，卖到了一个乐，将他乐住啊。吕布有敕令亮将，吕布力绝。你别说啊，他这一涅槃以后好像又打不动了。九杀可以，无双上将吕奉先直接压到一血。这个局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发展呢？虽然蜀国气焰暂时被打压了，但是呢他们血还是很多的。不过这个游戏血光多没有用，没有战斗能力是不行的啊。孙奔可以，孙奔孙坚互相依偎。这边邓艾表示赶紧放出来控制住蜀国，不然我也要死。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不会像如你们所料。请休息吧。大乔孙坚表示我们两个人要二塔府了，看看能不能。你别说啊，这两个组合这么互相阴魂起来啊，一旦回复起来能力是非常之强的。是时候，不要小瞧，给我了，是时候还给我，来一首铁骑啊，封住。而且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孙坚和孙策都各有一个珠子，这两个珠子保证他们可以在一定的短时期内可以来持续的保持一血互相阴魂。一群白板没机会了，黄忠还是个明白人啊。举贤任龙、八光不给你爆发的机会啊，也不给了小补了，表示差不多了，主要是想收法正，稳收法正。好，蜀国实学在这摆着，是吧？但这时候你也不太适合去打这个荀彧啊，就补牌了。荀彧，你如果想弄死，得找个机会真的能弄死。现在肯定不行，你补五张牌，谁收得了？邓艾没有填了，谁也杀不到。吕布估计也看戏一轮，看看蜀国和吴国的动向。那肯定是蜀国被暴打呀，对不对？那不用看了，那接下来就蜀国暴打完别人，该别人暴打他们了，要不然扔掉，反正不能让荀彧乱卖血。接下来先蚕食蜀国，吕布可能会一看势头不对，下回要动了。邓艾他没办法，他除非主动驱虎去给补牌，给祝融补五张吗？那不是犯贱吗？一般人不会这么搞的。举贤任登任能以保江东啊，这里要不要把狮子回过来？有代劳了吗？毕竟没有珠子了，毕竟自己没有珠了。虚哎，老老实回个血得了，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安全啊。不过自己没有加一了，这个邓艾会不会来搞咱们呢？看一看。好，果然这边发现势头不对，我得针对一下。但你说你让他真要给补牌了吗？他估计是想打大乔，发现打不到，很尴尬。把狮子顺了吧，要不不顺。顺手牵羊，你要不顺狮子，你就把他打死啊，就是不顺，没啥。吕布呢？吕布看看急不急？面对吴国这种状况，此战非凶，得意颇高。好，果然急了，动手了，说。这个蜀国不行了，吴国一口元气已经回复了。好，桃子非常多，继续不易。不要翻面吧，要保留一张手牌和一张装备还比较现实。万一他狗急跳墙就翻面就干你，怎么办呢？子弹班都闪出来了，邓艾只有一张杀，先续着。好，再计再救啊！啊，这桃子这阴魂补的。他呵呵，你不要呵呵，你们现在就是挺凶的。不过说实话，如果吴国真灭了，可能还真的蜀国赢了。但是呢，灭吴国灭一个还是应该的，这两个还挺强的。吕布输了，吕布他本来也赢不了，说实话。你累了，请休息吧。不过桃子是真多，说实话，如果桃子不多，如果吴国死了，可能还真蜀国赢可能性，或者当然魏国也有一丢丢可能性。那只能说你这吴国强啊，互相阴魂就是能力强，俺们就二打五怎么力啊，你这蜀国整的。
除。义兵再起，暴乱必除。这里吕布先抬走，其他的管不了。距离都没，乐乐啥用？好，开始救。他们开始四个人联手，锤他，锤他，牌多任性。邓艾要不要考虑给补五张？能取虎吗？我看看，好像还这回合不能了，下回可以补五张，这回合不能了，这回火攻黄忠就不让他取虎了。这回合想补五张都补不了了，是吧？雷杀。来一刀，至少有个明珠子。好，珠子终于逼出来了，看来没逃了。失去一点体力。好，吕布就是这么刚啊，不让你赢。啊，看完书，反正也不让你赢。其实我觉得还是你不要说话。啊，吕布就这样了，就反正看完书也不让你赢。祝融一看机会来了。大乔你也有被乐的一天是吧？无中生有，坏了。膨胀也许就是在之后灭亡。黄忠这个人是真的很吸队友的血，但是你是个废物啊！确实，你俩比起来，反正你好像比他强一点。举贤任能，以保江东。二打六，二打五吧。贾诩也不是你们弄的。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运气来了，把这个弩忽悠走，看看能不能剁了他。剁不了。没杀。杀祝融吗？我觉得杀黄忠是不是好一点？这是老天都眷顾了。祝融是个废物，顺，总该补出桃来了吧？吴懈是谁的呀？没人教。补出桃来了，这英魂很管用吗？好，金技能，本回合不能使用打住手牌，不让你取虎了是吗？汝等看好，汝等看好了，这样，好，先抬走这个。我觉得抬走黄忠魏延好一点，不过你能乐住也行。那问题是你能乐住吗？绝等，等剑锋所指，敌莫敢当。吴懈是大乔了吧？大乔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吴懈可啊，黄忠呢？有逃吗？主要是黄忠这个玩意儿有烈功和吸血，很烦的。好，桃子就是多啊，桃多任性啊，人。虽然说是牌多任性，但是其实隐含意义是桃多任性。好，这边都非常刚，所有人都非常刚，所有人都执行军令。黄忠、吕布、邓艾啊，这是前所未有之盛景。好，两个桃就位，不知道你怎么玩，不知道你们怎么玩啊，全吃光啊。其实不该吃的，其实因为他能驱虎了，其实感觉不吃好一点。把这个万箭丢了，留个桃留个闪好一点。不过有大乔也还好吧，再继续互相运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吃好一点，把这万箭丢了吧，没啥用。圣手千阳，无懈可击，无懈全被对面掌控，那无所谓啊，就先杀你黄忠又怎么样。你个邓艾有没有填个白板？暴乱必除。你看这就很尴尬，阴魂不给力了，一摸一弃一就不爽了，不过血量也抬起来了。大乔呢？他们是杀不动。许废我一兵一卒。又要卖血，这里他想卖他就卖，继续给黄忠补，给自己补吧，都是两张自己补，还能先用呢。给黄忠又被乐了。父亲，众谋背水一战，这丢个闪吧，闪没用。这里为什么要丢铁锁呢？黄忠杀你就闪不了。铁锁可以换牌了呀，打到这么大优开始怂了吗？黄忠关键黄忠闪一闪不了，留个闪就行了。黄忠又被乐，你就开始击杀黄忠。一兵再起，暴乱必除。这两个绿皮的能力确实还是很强的，不过关键也是乐好使，你要乐不好使搁这讲笑话呢也没有用。这个乐可以不乐了，因为黄忠有可能死，另外他就算不死他又能干什么呢？那还不是瓮中捉鳖啊，水中摸鱼。所向披靡，这里邓艾重兵了，没有摸新牌，黄忠应该是没了，邓艾可以选择放弃了。怎么主视角也来投吗？你管人家投不投，想投就投嘛，不想投就不投嘛，对不对？管人家投不投，
这大乔杀人诛心啊，告诉你手上还有俩桃，这桃意思桃全是你们吴国了呗。不过这把确实是就是硬摁着别人打，反正打赢了你也说不出啥来。嘲讽归嘲讽，那一番确实嘲讽人家了。这个下一局主下完毕，叫浅下风雨，田丰、蔡文姬、太史丁凤，看怎么选。好，太史丁凤啊，三刀流杀六人，这个组合其实以前老版本经常看到录像啊，新版本基本上看不到了。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丁凤这个将现在被关了。看他这局有什么发挥了。羽范、徐寿当场亮将，非常嚣张，基本上活不过去了，表示自己很屌。你看我屌吗？就是这意思吧，就反正。人家九杀杀了一个争，你别争了，我刚争过，你怎么也争呀？就杀他，对，杀了，对。看你俩真能打死谁，甄姬和羽范。过河拆桥。不管不管不管，管 S I 魂。烂吃令，孟获。徐楚亮了吧，别藏了。藏不藏的，说实话你这里藏也没有什么意义，你藏也就大概率吃徐楚一发裸一，你看四个位，你这样你不亮血亏，放马过来，闪，放马过来，变李袭秋毫，变变个二张，你变二张就变二张吧，你瞎鸡而顾正干什么呀，卡劫命吗？你想的倒挺多，明显是手残了。大哥，这么多魏国要开吗？他还好像真的有可能寻玉，不是这么多魏国别开 O E 了啊！但是你让路人怎么能弃牌？还是那句话，路人的选项里面没有 fold， 没有 fold 这个选项啊，只有靠跟瑞子这两个选项。怎么能弃牌呢？那不可能，任何牌都不能弃，我能出全出了。这是李远还是荀彧啊？乐不思乐住啊！别管你什么三区，你第二帅，你第八百帅也得给你乐住啊！好，二张说还可以，捡一波，不亏。好，裸一防二张，裸一防二张没问题。捡吧。吃兔你都不要的嘛？吃兔不比那个好。远交进攻。迎敌奋击，这个荀彧估计要被击杀了。荀彧现在已经彻底没有那个结兵空间了。铁锁连环。好，这里他把典韦拉过来了吧？在我的身前。邓艾副将主将是什么？只能荀攸呗，没别的。过河拆。你杀邓艾也可以，你不想让邓艾就杀甄姬。觉得要击杀，不想让他卖牌。此役必为生死，必为生死之战，万不得怠慢。万不得怠慢，他刚才拉过来了，其实不用拉过来了，杀两个人，然后再多指一刀，对吧？杀两个人再多指一刀，可以平指一刀，应该问题不大。短兵嘛，丁凤雪夜奋短兵，这荀彧基本上他们也不管了，都是挂机少年。他不挂机怎么办？他又没有闪，他就被砍呗。刚才拉的是典韦，那你可以去杀邓艾、甄姬，然后再出典韦，对吧？扔，给你扔个闪，让你丰满一下。双头张任，要快乐了吗？吾乃河北上将，文丑事也。杀。这个邓艾就别快乐了，这副将邓艾快乐什么？一箭穿心，哪里可逃？这不是有毛病？个破副将邓艾你快乐什么？你穿他还不如去穿其他人呢。菜，就你话多啊！那肯定荀攸啊。以逸待劳，以逸待劳，不是国无懈不管，不是国无懈不管的，国无懈你得管。不是国无懈不管，防乐。哎呀，吕范能不能活？自求多福吧。帷幄之妙，他还真有乐。他可能
让对面也无解，想开个远交，但你乐都用了，都没有乐了，你还搁这开呢？你用乐去远交是吧？那荀彧，荀彧刚才中了个乐，没有乐了，放开。这一看能活吗？你犯能不能活是个问题。梦中杀人，熬、哦、熬、哦、什么熬、哦？愚者千虑，上拆孟获，非常的精细啊！如果是队友，就先一计再那什么，先治愈。弄孟获，先一计再治愈啊！稳拆孟获，三箭两人捞，加强袭，咋整？就一手。吴昊梦中杀人，看看张任要不要救？不知道是有桃还是没桃，还是不救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被弄死了，吕范二长死这一刻，看起来吴国也没什么胜面了，确实。好，把荀攸的火攻顺过来，明火攻，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那没火攻中。曹操九个南蛮，不过也不好放，说实话，你放了，其实不该放，再放你压队友的血了。这南蛮放的不大好，这南蛮真的没必要放。看错了吗？不是藤甲吗？那你肯定看错了呀！你他是藤甲，藤甲是孟获扔的，我想起来了，他治愈了个火攻，藤甲扔了个啊，不是孟获扔了个藤甲。千虑尚有这个孟获好倒霉啊，被治愈。摁开是吧？其实我觉得不好，你这样的话，你虽然有槽什么的咋地的吧，但问题是。这孟获的血你压不下去，黄云英厉害，其他的人也都无所谓。这几个 AO 一下去，这魏国不是没有桃园的话，魏国要了半条命了。好，这铁锁也不重铸了，强行留个牌。就算你有一个桃又能怎么样？魏国该炸还是炸。雷杀，到这几个 AO 一开的真不咋好，没必要开啊，真没必要开。这个局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对于魏国来说，想赢啊，你得保住个巡游国家。所以巡游国家即便是卖血，你也不能让他卖。他有血线，那么他们去打于禁或者打你，那巡游国家最后进才就有机会。你现在都卖了，你最后就没机会了，剩一个你个烂甄姬，你搁这儿能赢吗？无中生有，无中有个大 K， 天行有成，天意昭昭。杀可以，连这个黄莹也可以直接杀了，不用客气了。这魏国肯定要死的。秦刚你也来晚了，让他判了个红，无中生有。要一波了吗？这牌这么好的吗？无懈可击，黄莹无懈了，好难受了。八卦人顺过来，我先苟一波。张任怎么说？还要穿心吗？别穿了，有啥好穿的？摸两张过了得了，还要摸一张过，那不是亏的是你吗？这从表面上看还是黄莹莹最厉害啊，哎，也确实是黄莹莹最厉害。孟获啥的也不怕穿，这不会打中了吧？没打中，反正甄姬是出局了，坏了呀，这黄莹莹要起飞了。你看张任，你少摸个杀，你就又掉血九。吴昊梦中杀人，吴昊梦中杀人，好，这是明闪啊。但是你耗掉他就耗掉他吧，天行有常，天意昭昭，没拼过啊，骚扰一下，单杀什么的也没意思，不如拼。又要穿进去了吗？他还不让穿。让穿了得了，残局血量比较重要。你不会觉得你孟获可以随时再起俩红桃吧？而且问题是你随时再起俩红桃，你就没爆了，你摸不了牌了。要这孟获干啥？没啥鸟用。那你说，你现在再起吗？好，终于不放南蛮了。好，他入刀了，就是要砍你，咋地吧？反正你也打我。机会来了呀，这里先不拼脸了，因为要稳定带人。
先带走人再说。将军败于诸葛，然后再拼。既敢挡在我的身前，接受我手中之枪的挑战吧。这局太史慈丁奉确实杀爽了，轮番进攻，几个女人都挡不住啊。可能还是女人有点少吧，这甄姬多来几个就挡不住。这什么虎狼之词啊？虎和狼啊，前门进狼，后门驱虎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你们看下一局啊。下一局主角玩家凌晨零点睡觉哦，睡得还是有点早啊。老沙就四血或者黄盖灵统。老沙姜维推荐四血。很好使。啊，还行，四血看来还是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好同志。一号，然后选择手亮，随便你啊。没召唤吗？可以召唤一手，看看打谁。他俩先过牌，我过完牌再召唤，不急不急，来得及来得及。这牌是准备把手牌打光是吗？你看半天，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召唤一下，因为万一他下家是队友，你把桃扔了，你要先开进去，你给他打个无懈什么的，或者这边有队友什么的，还是应该召唤一手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卧龙反正出来了，其他暂时没有人出来，还连魏国，这都没有魏国吗？就躲起来，你看这时候召唤，你还是亏了，稍微亏了一下。甘夫人这个人也不输，挑衅，你就打死他呗。先斗，铁锁就不要连他了，因为他有可能死，连他有点浪费，连其他的人吧。好，继续连这种三血像绿皮的，还有这个召唤不出来的，这两个大概率连不错。九杀，看能抬走这个八。两个桃估计没人救了吧，一个桃可能有人救，两个你还救吗？好，魏国被打得不敢出来啊。你们也有今天是吧？啊，这么多魏国可以的，魏国挺多的呀。甘夫人要不要回个血啊？锤他啊，锤他是肯定是不会锤错的啊。又来了烂灯爱，我这玩四血灯爱没啥毛病。五谷丰登，战士无忧。五谷丰登，战好一，还可以。注意啊，这是最烈。二，咱们有丈八蛇矛。三，还有奖费。这种操作见过吗？你看，所以不要小瞧主将姜维，主将姜维血量太高了，还有无懈的功能，还有召唤的功能，你说强不强？不比什么三血的强多了，有天赋看破，还有加血，舒服吧？这里可以考虑把丈八丢了吧？这一手太舒服了，好，给山盟科普，行吧？因为他有奖费，他可能觉得反正卧龙全黑就行了，不需要补，补个红还难受，给这些人打得嗷嗷叫，乐怡吧，无所谓，更不怕被乐。好，魏国被蜀国打得嗷嗷叫，你见过吗？守钢城一点，你能怎么办？你暗藏曹丕吗？铁锁连环。其实我觉得啊，你要有曹丕，你得亮了，让这个下家去弄你，反正他也不敢弄你。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捆绑不让。卧龙说：“我还能让你捆绑？那我就白叫龙费了。”南蛮入侵。南蛮。好，他说我放个南蛮我试探一下，万一有曹丕呢，虽然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试便知嘛，对不对？但是没什么鸟用，蜀国根本不怕这些。曹丕有没有、啊、不但没有，还被刚裂了。卧龙说闹呢，搁这儿跟我。我也不出来，反正我就对吧。坏了，被打中了。哎呀，疼啊！你有凤雏吗？
不过只要有沙姆科在，一切皆有可能啊！新田不敢明着开万念，怕打死七号是队友。呵呵，别住了，别住了，住不动。归楼独看花月啊！糜夫人一亮，当场摸两牌。糜夫人这个武将是明智，此武将牌是瞬间摸两张，当场出来被姜维发动了献图啊！反正都是蜀国的，没事儿，献图就献图嘛。打下家呀，主视角的问号其实意思也很明显，打下家。卧龙说你别着急，我就一张牌火攻能命中，那些都没有用。但你好歹留一张牌呀，你牌都不留的，下家肯定要打死的，甭管怎么样。因为他死了就算是那啥，蜀国也无所谓了。又摔个陆香香有点麻烦。这陆香香不会玩，搁这吃桃干什么呀？你都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吗？这个时候你就疯狂的过牌，不要去吃桃，吃什么桃？多是过牌，吃桃就是败笔，上来先吃桃就都不会玩陆香香。你是全黑了吗？不得了吗？他好，我也好。好，不得是吧？好，他好，你也好，那你就等死。看我一招，铁吉利孤独。看我一招，铁吉利孤独。这里除了李典和陆香香这种爆优势局，肯定是最怕爆将的。孙权、张合这种根本不用怕，让他再活个几轮也没事。就这种爆将是比较可怕的，能杀还是尽量先杀爆将。但是这边打不到卢香香，冰柱杀张合也没什么问题啊。嗯，也没那么好打，看起来好打，就只不过是沙漠科的状态比较健康。五谷丰登，展示。蒋费刚才也没啥牌，卧龙也快死了哈，这边就硬开了啊。反正沙漠科过这么多牌，你没有无懈，没有逃，你不配啊。你可以打无懈，你是回合内，因为这队列回合内，你不打无懈你就出逃救嘛，你可以过二这回合，这回合不打无懈出逃，自己出杀过二，或者强行秀一手看破也可以啊，是我就秀看破了，让你看一看，你也识得此计，啊，过二过了牌不打力。一回回合外过三，一回回合外过二，真的强。所以懂得姜维四血三血咋回事了吧？还有不懂的吗？李典说：“我毕竟也是爆将，我还要奋力一搏，搏吧。”哎呀，还真让他搏出来了，坏了，要出事了。为天下苍生，我自当赶紧救，赶紧救！这里去给卧龙补一张啊，要不卧龙控城很难受的。有奖费的话一定要有一张。没了啊，没了就好。看看太史慈能不能收割掉夫人。哎，这个诸葛亮说补了一张就好使。补了这一张直接让这个什么水木年华直接炸了。我给我看乐了。孙权说玩你妈呀。且慢。玩不了了，陆香香只喊六，没见过，啥都没见过，没见过世面。此火可助我军大。这局是实打实的蜀国三打五，而且没有王法，就是刚。陆香香被除掉了，那就很安全了。此火可助我军大获。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随便看看牌吧，你也不要去烧离点了，烧离点助爆没意义。接下来把弩处理掉就差不多了，可以顺朱雀羽扇，顺手牵羊，过四看能不能找个差，头也找个乐也行。麒麟骨朵过四了，可以杀四过上。麒麟骨朵回阵射敌，抬走孙权，找个差呀，先把弩拆了，这里不用先重铸。就没桃了，而且你就算有拆也不会去拆手牌的，也去拆弩。乐谋碎，哎，没拆那就乐住。咱不用留那么多闪了，没意义。好，是你奶。乱世的最大良药。安民之战。不配音有点东西的，对，现在开始稳住，稳固内政。哎呀，坏了，天怒了，稳固内政也不行了，给了李典一次机会，看能不能把握住吧。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卧龙你应该留个无懈吧，好，他不杀他，他可能就一两杀，觉得能带走卧龙，那不行。为天下苍生，那卧龙肯定有无懈了，你代劳就别想开了。没闪我还不能留个无懈吗？对不对？我啥都没有，我玩个鸟哈。当场被无懈之后啥也没有了，对对，下一轮不抱任何希望，表示我就是逆贼，我投了行吗？别打了别打了，我投降还不行。好，这局蜀国也是非常精彩的硬刚啊。接下来咱们看第四局啊，第四局是一个娱乐局啊，但是可能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娱乐啊，就看看吧，反正挺娱乐的啊。主视角玩家的叫唐人街集齐啊，选啥呀，这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都不想选，你自己看吧。一群杂宝选了个马素迷夫人啊，可以迷吧，破手白赶紧换，哎，这手白还可以，这手白放在以前就是完美，杀闪桃无懈，不是杀闪桃知己知彼，现在知己知彼张牌特别鸡肋，就以前知己知彼如果可以打95分的话，现在知己知彼我只能给55分，多了不能给了，就非常鸡肋。你们可以看现在的国战节奏，你们自己去判断，这张牌作用极其小了。远交暴打三血不败，没问题，反正你也没距离，有距离可以打打三嘛。南蛮入侵，南蛮开射，统统算我的。田丰没必要亮吧，你又触发不了技能，你让田丰干嘛，万一一会儿局势引导是对你不利。好，这个孟获不知道孟获的二段技能啊，被反馈了血亏，就是你一会儿万一出现一种不利的情况，你白崩血就很亏，你就触发不了田丰的技能，亮田丰干嘛？你亮将所有亮将都是要有目的性，没有目的性你亮个毛，那没什么可亮的是吧。周瑜傻笑三声，你也放个南蛮，所以说我是想放，但我得有啊。生个桃子，桃子被他胜了，去他妹五五分。好，这个周瑜第一轮疯狂操作啊，只是为了给自己养肥，这乐也没啥用，你肯定乐不住魏国，拿了个九不给司马懿九，另外自己也保存住。不过从司马懿的视角，你拿九你肯定不可能是魏，你是魏你就拿乐把五给乐住了，这知己知彼建议重录，因为以现在国战节奏不需要知己，建议重录换一张，因为毕竟你也是脆皮儿，你这手牌太烂了。好，张氏说我打，我有队友，需得随机应变。好，这个司马懿奔这个酒来偷的，那肯定是奔这个酒来偷，而且他也读出你是非位了，然后乐一遭。孟获中乐，孟若不慌，要不要再起一血，再起自信，再起回血。有很多人不都这样吗？扔桃了，不过他也不可能留三个桃，毕竟有张合，但他可能会留一个吧。啥寻幽什么呀，穿心嘛，想偷鸡一手，比如说我怕被穿心，我不骂，别跟我整这些。当然了，也许他就瞎尖杀一老，他没想什么曹丕不曹丕的，冠石大锤啊，不是冠石大锤，什么冠石大锤，麒麟大弓，应该是有闪的，看一眼拆掉吃令了，那咱们就亮呗，锤吧锤吧锤吧，反正不是自己人，要被锤死了，看是什么，看是张任还是什么周泰庞统，随便说几个呗。好，被说中了。你也不是张任，你也不是马谡，你搁这儿，你要是马谡杀抢个狮子啥的倒也可以。好，这里亮了，没啥藏的，就正常打就行了。周瑜估计看个戏，三个蜀，两个魏，两个群的。周瑜叫无敌大顺子。好，吃桃吃的非常快。好，直接弃牌看戏，与我无关，你们打吧。好，主视角并不想献图，因为献图之后，双头一看，哎，你们怎么这么排桌？打你们。三人成虎。好，给庞统去变，懂得变。这里肯定给庞统一样啊，因为庞统已经涅槃过了，孟获没什么鸟用，不是孟获没什么鸟用，孟获是比庞统要看起来好用的东西。等等，
魏延听说你想穿心别人，你被别人穿心了，坏了，全要被穿心了，完了，咱们也要被穿心，咱们还没来得及跳井呢。完，张合也被穿心，你们猜猜看，这局会穿心几个啊？目前已经一回合穿心了三个，坏了呀！千算万算没算到穿心，给这个谁白变了，你知道吗？因为马谡只能变一次，白变魏延了，血亏，还不如等他穿心了再变。赢不赢重要吗？重要的是嗨。后面有装备啊，马谡有装备，赶紧跳井，赶紧跳井，不跳井没机会了。我怎么感觉要被翻了呀？那跳井都不对啊，九杀逃避行吗？不是九杀不念一杀，其实九杀也可以不杀。愚者既出，智者何成？被翻了，完了，真的要没跳井的机会了吗？说实话，第一次如果真的是没跳成井，那就第一次见到糜夫人没跳井就死了。其实糜夫人不跳井还挺难的，因为他这个将他不是不用回合内，他只要回合外他亮了都可以摸牌，但不能跳井，但至少能摸两张，啥技能都没触发动。看一看啊，你们先这个投个票，他会穿几个？还有什么？五号让你更嗨点，多穿几个哦。他说：“反正我群又不怕穿，无所谓。这不比左慈快乐是吗？反正你快乐就可以了嘛。”周瑜说：“反正与我无关，这局我就是负责吃桃和看戏。”行，等一下你截个图，一穿七，嗯，行，来吧。不可能一穿七，只能一穿六。田丰是不会被穿的，好，这里刀被弄了，只能被穿了。飞楼独看花月，临死还发个台词是吧？这个糜夫人说：“你别穿我行吧，我自己就能变，我能变成这个女士兵，而且长得一毛一样。你穿我干什么？什么东西啊？孙笨不亮。”好，又穿。周瑜说：“孙笨怎么来了？孙笨本来不就白板吗？穿了一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田丰你不能让他穿啊，那人家自己人，这已经是极限了。没事，还可以再穿。荀攸你变了以后，我再穿一次，对吧？我一夜九次都可以，我别说俩，这都不知道咋回事，反正都已经被穿傻了，牌都不出了，驴也不装了，什么也不干了。发现整个人全傻了。”这全场人都傻了，我怎么觉得真的全场人都傻了呀？这他妈是身份局是吧？跑起来啊，不让救，其实没必要救吧，毕竟还有周瑜呢，那救就救吧。主要是荀攸吧，他穿了以后他还能变，你救他以后他再变一个厉害的，你一会儿不好弄。好，救。就不让你收，周瑜可以收，谁都不可以收。这个士兵就跑了，诸君已可托管。哇塞，七号，你这艾丽起的真他喵的好！就目前这个景象，确实诸君已可托管，都不想玩了，别说输赢了，反正是不想玩了。五号，你看我又变出来了，你暗示五号穿我，穿我，穿我。周瑜啊，周瑜啥也不出，周瑜这辈子就是看戏是吧？铁锁连环，这是堂而皇之、明目张胆种树是吧？我就种树咋地吧？不攻自破啊！主持人说：“我再给你变一次，行吗？”不好意思，变不了。他可能想试试了。不好意思，变不了的人，人不让你变，他还真去穿去了。他还挺听话。穿个鸟有什么好穿的，他妈收人头去了还搁这穿呢，你是真的穿出瘾来了。行了，算上许褚七个了，你已经完成大业了，七个对吧，你甚至还可以八个，许褚再变。哎呦，这个电脑说你本人不想玩，我来玩，我还藏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那个将都不无所谓，我单沙漠喝在国战就是双将，双将的强度到沙漠喝战这一刻全场人都傻了。好了，张震，你再也完不成穿八个大业了。讲道理，一局能穿八个，那你真是伟业。你一局七个已经算是红叶了。快乐不这局？反正我看的挺快乐的。输赢啥咱们再说啊。反正咱们有沙门科啊，估计咱们和这个张飞都得死，但有沙门科。
轻易丢弃。周瑜总该动手了吧？这还不动手？啊，周瑜说：“我万剑我都不开了，这我就与我无关。”雷杀，不是周瑜是傻了吗？自从孙膑离开的那一刻，周瑜就变成了一个傻子吗？我也搞不懂了啊！白嫖司马懿，火杀，火杀。本局第一大亮点，张任穿了七个。第二大亮点，周瑜当失去孙膑那一刻变傻了，前面疯狂吃桃，后面开始失去孙策以后开始疯狂种树啊，看他能种到几盒吧。就让你试试我的铁骑。你看这电脑上面说贼猛，猛的一匹。先杀你司马懿怎么了？我们你们都是敌人，我们就全杀。你看，但是他求桃到他特别快，直接取消。那说明什么？说明他还在。太难了。但他就是不出牌。你聊什么？没想开了。周瑜该可以入局了吧？还不入局吗？这么好的入局机会，之前万箭都丢了。你看你现在有万箭，你入局。单挑沙门尊，你有一战之力的，你手里。汝等给我看好了。周瑜说：“你说啥？我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万箭南蛮都丢了，觉得我也丢了，我就不入局，怎么地吧？哎，我就让你说错。三人成虎是多太糟了。三人成虎是多有。”我们就一招，这时候来一首决斗收割吧，三个一血的你全收了，还来一首铁锁，你铁锁干什么呀？你有毛病吧？真的菜，那你也死了，你确实非常牛逼，你的 ID 也很应景，你非常牛逼，穿了七个，而且你非常牛逼，把自己打死，你真的牛逼，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明明可以咔咔咔全打死不好吗？重铸斗什么的。然后进入一个电脑，一看一招周瑜稻草人，那这不沙漠科掌控整个时代了吗？沙漠科我才深藏功与名啊，深藏不露啊，我现在开始啊，周瑜说没事，我配合，你愿意戳谁戳谁，我配合行吧，我就是机器人，我还不如机器人呢，不对，你确实不如机器人，沙漠科就是机器人。你看这个周瑜，他其实每一阶段都取消很快，但是他就是不出牌。我现在就是觉得想看看他自从开局吃了两个桃之后是不是真能坚持到最后不出牌。那你也算一招好汉了，那你跟这个张任就是本局的两个奇葩完成了举世之壮举。雷杀机器人老猛了，那可不好，这边也戳都戳。来，周瑜，你已经有无数次入局的机会了，前面至少有三次，现在又有一次入局的机会。好，连弩也不入，什么都不入，就让你试试我的铁脊力骨朵。你敞开了，我敞开了门，我都不入啊，我死行吗？咱也不出啊，求逃，不出逃，出的贼快啊，人也不走。我说实话，张任这个性格我是可以分析出来的，这个周瑜是什么性格，我分析不出来，谁能帮我分析分析？你看人也不走。你说他不想玩了吧，那死了总该走了吧，人家不走，求桃还取消了贼快，那牌就是不出，至少四五次完全可以入局的机会，南蛮万箭决斗什么的连弩啊就不入，看看最后是不是电脑赢。那最后电脑如果赢了就会判系统会判的平局，那么如果判平局的话，那么等于整局大家都白玩了，那白玩了谁都白玩了谁最赚，那肯定是张任了。平局你们什么都没赚到，我开心了。好，电脑要赢了。没有。电脑不顺手白，说不定是个红杀就赢了。看看啊。张任说最好谁都别赢，我好快乐。不对，孔融如果赢了更快乐，又赢了又穿了，等等。我发现了一件更快乐的事情，就是孔融赢了他会更快乐。杀。闪。好，摸到闪了。这个故事啊，你看这个周瑜也不走，我分析不出来的。忠言逆耳啊！忠言逆耳啊！等等，你有杀吗？杀。好，看来你们想的电脑赢的剧本并没有出现，那看来这局张任血赚，本局大赢家张任，穿了七个，张任以后可以吹了。这局其实投稿应该张任投，就我一局穿了七个，我最后还赢了。
你别老说什么我穿了赢不了，我穿了七个我还能赢。这局投稿应该是张任来投了。周瑜你，周瑜你就，我也不，我也搞不懂，反正你别投稿了，你以后也别投稿了。哎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全都放完了，不知道大家快乐没快乐啊？也不知道大家睡着没睡着啊？反正不管你快乐没快乐，睡着不睡着，反正只要你喜欢我啊，觉得 UP 主不易的，明天醒来记得一键三连和充电哦。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